等什么呀？别说，我还没说呢。哎呦，竟然喝玉米粥了！你轻点儿，轻点儿，我怕疼啊！好，我多少老弟，忍点儿。哎，行了，帮我扔那儿吧，等我干了拿去烧火。这什么意思？我也能上桌了？哈哈，我身价又涨了。哟，这不玉米吗？你粒儿呢？都这样了，你还能认识我了？小样的，都把脸，我总要认识你。嘿，第一次上餐桌啊，你闻闻味儿怎么样呀？味儿挺香的，可谁突然想到喝你了呢？这就是家的感觉呀。那韩国人咋回事啊？喝这口啊？他们老家说这玉米芯儿可以促进新陈代谢，还有肾脏病的水肿啊。那咱老家神经病玉米棒子呢？等收完粒儿，玉米芯儿都给他们。